这个真的是很沉重，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的认可，感谢国家，感谢这个时代赋予我的一切。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团队，然后感谢所有喜欢战狼的观众朋友们。今后呢，我对于我目前来讲，我是想，其实想多开创几个类型。这次之后，我希望能够再开创下一个新的类型的一个动作电影，也是一个新的，希望能够开创一个新的系列吧，正在努力之中。战狼的成就能有今天的成就，是感谢是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所有人的。所以我觉得我只要尽我的心力，兢兢业业的把我的电影拍好，就已经是最好的一种享受了。然后就是还是希望能够不断的开创新的类型。我相信很快战狼的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成绩一定会被超越的。